哇，这就是渣渣牛肉啊！老板特意说了，这不是火锅，我们加一份牛腩，加一份牛杂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今天我们在台北玉路去吃一个胖橙子渣渣牛肉。渣渣牛肉来了，大哥，这是一个锅底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是一个特色菜，你可以把它当成菜来看啊。这不属于火锅是吧？对对对，咱们这个不是火锅，但是咱们可以吃完了也可以涮，也可以涮啊。对，这也没看到牛肉啊。啊，这个牛肉在锅底里面。哦，锅底，这个里面是牛肉是吧？这个牛肉是碎末是吧？牛腩打碎的，牛腩切碎，每天的鲜牛肉、鲜牛腩送过来，我们切碎的。啊，渣渣牛肉就是指的这个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牛筋，这个是牛杂，这个是牛腩，这个是咱们手工的自制马蹄小馄饨，牛肉的。哦，啊，这是咱们手打的牛肉滑，这是起泡豆干，这都是重庆那边的特色。这是咱们家现切的鲜牛肉，这是吊龙，这个是肥膑。这个是嫩肉，这肉真的是很新鲜啊。对，这是牛舌。哎呀，这牛肉干上了今天啊。对，全是牛肉。对，咱们的牛肉都是从屠宰场拉过来到桌子上是不超过8个小时的热鲜肉。哦，我就看这个颜色就很新鲜，你看看。对对对，这一盘不掉，你看看行不行。芹菜到了，我帮您倒到火锅里面去。啊，这个直接倒里边吃啊。对对对，用煮一下吗？不用煮，这个直接脆、啊、会脆爽一些。哦，好。老板特意煮的，这不是火锅，这是渣渣牛肉。我们加了一份牛杂，加了一份牛腩，吃渣渣牛肉不用去。太香了，这就是香米味。来这里吃这个渣渣牛肉啊，省了去重庆的一张机票。